想要养，他还想要养菌出来，结果养不出来，他觉得养什么养什么？是养菌啊，养菌。在公司太无聊啊，然后他们就是他是做那种健康药品的啊，对啊，然后他就在公司太无聊，然后想说他来培养看大肠杆菌。大肠杆菌、哦？你说杆菌、啊？就说他去捞那个。马桶污水，想说培养，我想说去捞他一遍就好了。大肠杆菌，马桶的水这么干净吗？竟然培养不出来？屁他，什么东西都有吧？你连凉面里面都有了，怎么可能没有？我说难，大肠杆菌有这么难培养吗？养香菇菌，听起来就蛮吵的。阿兹莫德国风，有那个什么化那个化学用的那种。就是加热底的那种东西，然后说拿这个，然后看到戏剧里面这种东西就是可以拿来加热泡面用的，加热泡面用的，煮泡面用，根本不是这样，就是或许当他的王国在他身边化为那种玻璃试管瓶的那个加热用的。嗯哼，哎，你那边有垃圾车是不是？我们家这边。哎，这个时间点垃圾车会来哦？我们家是这个时候。哎、欸，好奇怪哦，不是都晚上吗？台北市是晚上的样子。哦，有差哦，我不知道啊，我在天龙人不懂。是的时间不一样啊。啊，肯定没六等，点不出香菇。哎、欸，这个梗是哪边的？啊 ，Timo 的，我懂了。观众说他肯定没有六等，点不出香菇。没有啊。我看一下，我把我的声音先调低好了。OK。没有啊，其实没有很吵啦，就是会听到背景音乐而已。会很大声吗？不会啊，不会啊。会很大声诶、欸。还好啦。反正我这边也可以短时间的 F8 按下去会静音一下。哦，好啊。没有，是实况部分静音啊。我这边自己听到没有关系，我只是怕观众朋友。人兽是活物。哦，好烦。是不会啦，是不会，目前不会。你也是啊。我又打到传说了，胸甲。哎、欸，小怪都一直掉给我。可以，就打那么多剑。等一下哦，我要鉴定东西，他们是打我，我看一下，我打到什么东西。你也是啊。金烁型外观诶、欸，铁之心。哇哦。那铁牛浪啊，铁牛浪玻璃啊。好像你也可以穿哦。玻璃，那边。冰淇淋车来了。哎、欸，冰淇淋车有。音乐吗？那是外国啦，国外这个音乐是冰淇淋车啦。哦，哎、欸，好像有这个典故哎、欸。好像国外，你在国外听到这个声音是冰淇淋车来的。哦，是哦。但台湾是垃圾车。为什么差这么多？所以很多那个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听到这个车，以为是冰淇淋车，很兴奋的冲出去，然后发现是垃圾车。是垃圾车，哎、欸，这还蛮 sad 的。真的，听得好不好？哎、欸，所以哦，是对外国人来讲，真是蛮经典的一个，这一个文化差异。对啊。不可能的。这还蛮酷的。哎、欸，是哪一家冰淇淋？还是没有限？我不知道、欸。我希望你收到信的时候，只知道说就是，反正美国的那种冰淇淋车就是。对啊，好像有听过这个故事，放这个。啊、我很高兴知道你会赶回来帮他。不是故事啊，是真的有啊。啊，对对啊，就是说这个资讯啊，说错了这个资讯。我拒绝。可是日本好像没有、啊。日本不是啦，日本他们收垃圾是他们有一个区域，就是定期放，就是在放在那个，然后他们会上面会标记，他们会标记说哪一家哪一家哪一天哪一天是收什么垃圾，哪一天哪一天是收哪一种垃圾。哦，你就是那一天要放对，不然会被退回来。哦，也是。然后里面也要，就是要整理，如果没有整理。哦，对，他们很注重分类。他们有一些就是可能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几是回收可燃的，那就是那就是放可燃的。他们分类分很细诶、欸，我觉得我会不习惯。那、啊、有些东西，然后还有玻璃什么什么，好像什么吧，我记得分超细。那个在回收的时候就觉得他们那一整袋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东西，看起来怎么都可以整理的那么干净。对啊。
这也是文化差异培养，无理的文化素养。天谴降临！天谴降临！巨兽人渣！巨兽人！我这是新账号吗？啊，我现在来看到那个 A04140， 不是不是，这不是新账号，这是赛季。赛季的话，它是精气不足。它是跟一般角色不一样，它是独立的，算是独立伺服器了。它每一个赛季结束之后，都会累积你的成就点数，然后获取相对应的成就装备，限定成就装备，对啊。送你归西，来纪念你参加这个赛季，对吧、啊？如果你有玩 POE 的话，你就把它当做你在玩 POE 的联盟，各种狂怒联盟，有的没的联盟。可怕的联盟，真的，那个一开始其实还蛮新鲜的，可是我觉得它的周期太短了，短到你会觉得好像玩完就要马上赶下一场哦，好累哦。但是 POE 很容易，你要练的练很快很快啊。对啊，是没错，只是你想想看，有人一天就可以练到几等？我就觉得哦那个有点累了。因为好像重复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那个，你看教主他们一天就可以飙到几等？他们也是很疯狂，一天飙到六七十左右。他们也是疯狂。现在满等是多几等？80？100啊？100啊？对，100！哇，天啊，我太久没玩了。满等100啊？你是？啊，我停在95就放在那边了。什么？这件衣服还蛮怪的。没有，啊，就走进去看看啊，就把他打死了。辱败！打鬼！要杀！据说人渣。我觉得我打得慢啊。啊，你等级高也就很快了。或者是你装备要。打到一个关键的武器，好一点的武器的话，其实就差很多。你可以不用好的装备，但是你好好的武器 DPS 差很多。无理的请求。你做了，超黑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也是吧，手黑黑，脸黑黑，天黑黑，你要去拜拜。又一整个是打不到。真的找不到什么东西，全部要比较好的装备都要买，或者是看你们谁又达到，跟你们换。哦，也是哦。POE 真的啦，你要打特定装备，真的是有点，真的要各种运气啊，对啊。观众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后面不是快不快的问题，是你死一次就要你死10%啊，10%还20%。你是说 POE 还是？对啊 ，POE 是10%还是20%，忘记了。我记得是10%吗？10%，10%。不可能的。特定有一些联盟还会掉更多啊。竞赛，好像是竞赛吧。恶心。还是掉15%。恶心。15还，然后就 double 上去的。double 就很恶烂了啦、啊，对啊。阵地魔。往往还没显身，人们就能听到他的声音。真的，这些巨兽笨重而缓慢，移动的。说真的 ，POE 比较不适合台湾人玩、啊，普遍的台湾跟风民族玩，难怪一堆人会觉得不好玩。啊，这设定就是这样子啊，不会玩啊，设计就是这样子啊，没有说一口气你就要你比屌比强的，同样一套装备，搞不好你还是不会玩。这些高大，对啊，你去买雷锤，也是一堆雷锤智障啊！来自何方？哎呀，我居然笼罩在谜团之中。据说他们说不定我的火圈他们都玩不了。野蛮人之王布尔，我的火圈叫他去打那个，就是叫他去打那个神主，不是神主啦，那个忘记是，还是绿门、红门，红门就好了啦。红门其实就会让一堆人死人惨的，不是，就是因为我火圈本来就是你一定要闪。哦，对啊，他要走位啊，
而且你要走到一个安全的位置。血量，所以我可能一直被轰是还好，但是我不可能一直被轰，所以走位很重要。哇塞！你要边走位又要边去集那个火圈的层数，哎呀，层数的话，这也算是蛮强的。对啊 ，PVE 流派超多。然后你还要克服偶尔来给你阴一下的那个。你累哥啊，流亡者哦，错位，错位大神，错啊，超级错位大神，我现在会踢出一个龙卷风哎、欸，我好像可以用很强的龙等一下来看看，踢出一个龙卷风，我还蛮吵的，天法，天法，我老哥叫我快速。快速估计剧情啊！你剧情不是还没看？然后他说：“你这样练很慢。”要去打雪场任务是不是？我的惊喜就是你要选冒险模式，那个就没有剧情，那就没有差。然后他说就是快速解剧情、啊，拉过去踢出来。对了，虽然说。我们现在这样玩好像不是赛季的玩法，这样感觉像是很休闲的玩法，这是很休闲的玩法。赛季的玩法好像是就真的是有点像 POE 那样啊，爆肝拼等级，对啊，拼等级，然后你还要看左下角有人跟你说谁谁谁已经几等。但是 POE 那个真的是很，就是新开的那个词缀真的太恐怖了。看到你就会马上看到那个旁边左下角是一直有人在狙击，一直有人死。败在我怒涛的攻势之下，玩起来感觉好像又很爽。然后但是你会看到一堆人说，真的，我真的是在玩鱼。哇哦，喷好多东西哦！光是第一个海滩，你就要超级小心的推进，然后有一个。因为他一分身超多只的。哎呀，谁谁谁死亡就是爽啊！靠，我怎么把？然后攻击力又是提升这么多，然后速度又是提升60%，什么全部都是直接最高。等一下，你说怪物提升还是自己又提升？怪物提升。太夸张。全部都是怪物提升，就那个词缀很恐怖啊！这什么自虐模式啊？最怕那词缀不就是那个怪物跟什么移动速度那些，就是。就变报名了，60%嘛，变报名了。有会分裂，然后还会哦，对对对，还有攻击力加，忘记多少趴。对啊，40%还是几趴吧？他说还有死亡名次，哎，观众说有死亡名次，好像在某个名次会比较容易，哎，应该说某个等级啊，比较容易死亡。真的有啊，不是有些地方，像当初在玩竞赛的时候，不是。就是有一只水母，每次我还没看到它，我就被冲死了，我整个傻眼。哦，那个，对啊，我就不知道怎么死的，我连看都没看到，那就死掉了。他们在有啊，那边的时候真的要超小心的。那时候也是好不容易闯过去，我不是那时候真的他超故意的，他就是前面几张都是超难打的，啊、那个竞赛那前面几张都是难打的怪，只要冲过那边好像就过了以后超好过的哎、欸。对啊，那算是一个分水岭。过了以后就是打那个打猴子跟骷髅、啊。我连猴子都没看过，我就死掉了。我竟然有幸还看得到他，那运气太好了。所以那次名次干很高。我那次名次我忘记多少哎、欸。洗魔法双反射。败在我怒涛的攻势之下，所以我还蛮佩服，就是像教主他们那样，真的还蛮强的。我的精气不足，他是真的，就是应该说他们比较，他们太爱这个游戏哦，这没有办法哦。他是用决斗吧，决斗，然后靠劈斩吧，然后闯到真的就是把那一次那个竞赛那个地图，对不对？破完哦，就是最后是打派地。哦，对，海妖，没错，我在说海妖。最后就打派地啊！他有赢吗？打派地了。是啊。对，他就故意就是留到几前，就是最后几分了以后，
去把派蒂杀了。我没有亲人，就是先在先冲等级，冲冲冲冲，然后差不多到了就去找派蒂，找那个萧伯打，打那萧伯。所以萧伯好像是第四章、第三章就死掉了，对不对？还是他逃跑，他死掉了？他死了。哦、他死了。那第四章是什么剧情啊？第四章好像是不太一样。真正我看，我听他那个官方的那个配音，真的，然后又看到他那个星座的基底的那个武器，感觉偏向日本那边嘞、欸。但是他的怪物就不像日本。偏向日本那边，怪物跟场景不像日本，但是它的配乐很像日本。哦，你说很像和风的感觉的配乐。因为 我在看的时候也是，奇怪，感觉有点像是罗马竞技场有的没的。但是我看他的影片的配乐有一种和风感觉。绝对是他最大的。我倒是没有仔细听到。他的胆汁以及其他。但是另外一个影片，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不可是就是。昨天接给你了以后，然后之后只是说那个昨天会有那个，那叫什么？有会有那个媒体的那个发表会吗？哦，对啊，对啊，对啊，一口吞咽吧。然后 YouTube 已经有上传了。战胜了一个无用的奴才。观众，你说的海妖是 ASD？ 你说的海妖是没有？我们在说的海妖是竞赛模式里面的海妖，那个超夸张的。他直接屁股冲一下你就飞天。竞赛模式还要超恐怖，是吧？那个竞赛里面那个刚开始遇到那些怪，真的都不是低等级可以容易打的。你就看起来，小蜘蛛好笨哦、喔，怎么有点硬？怎么打得好痛？然后就开始跑。对，然后还有那个喷，就是你就要跑位。光是之前你在打那个喷火狗的时候，就其实。你等级不够去打就会有点痛，对啊。然后他那刚开始季赛就是你一出去就有喷火狗了，超级痛。因为你那刚开始一定没什么抗性、啊。哦，竞赛的，这张就知道，一定没什么抗啊，除非你打到运气好，打到一些好的装备。但是你刚开始的装备装再好，你的抗性也不可能好、除非你打到安全帽。安全帽，对。无暇，等一下，我们家铁匠在哪里啊？来升一下铁匠。是说我家铁匠为什么不能一次拆除所有的蓝装或是黄装？为什么计赛的不行？是等级的关系吗？就是他说不定是等级吧？你有没有提升等级吧？我身上等级6了，还是没有。等级7呢？我等级好像是到12。等级八也没有我身上等级八也是没有。你好有钱，我身上这么多。等级9还是没有为什么？升到12看看，最高等级还是没有，好奇怪哦。军械库。什么？艾德利亚？我快控制不住了。旁边这些军人。旁边那些士兵也是很衰小，呛就GG。超爽！灵魂是。利亚，你感觉到要塞在震动吗？我当初没有选武僧，是因为我觉得武僧应该是打很慢，应该是坦克型角色，所以到最后其他职业都练到60、70，就唯独武僧还没开始玩。啊，这次玩下去，哇靠，武僧怎么那么威啊？刷图超快的，反而是我一开始接触的巫医是感觉是有点。一开始就直接那时候试玩的时候就直接玩武僧了，原因是因为D2的时候没有这个角色，没有类似这种角色，没有类似这种性质的角色。对，然后就觉得而且还是偏东方，感觉好像蛮新鲜的，玩玩看好了。而且我记得D2一开始。D2 一开始的画面很差，我看到整个就说：“屁啦，你暴风雪，你花了好几年做这种东西，这是上一个世代的，无理的请求。”上一世代的画面，那个时候来讲很不错嘞。是没错，可是我记得看到是更糟的。更糟的，你是 D1 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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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做 3D， 可是他的 3D 模建的比当那个时候当期的任何一个网络游戏还要差。看到整个傻眼，说：“天哪、啊，这是《暗黑破坏神3》吗？
暴风雪花那么多时间跟钱做这种东西，做山哦。对啊，他一开始山试出来的时候，哦，试出来的那个，对啦，山那时候出来就普普。他一开始做出来一个即时运算的动画，我看到整个傻眼。我是场景不错。对啊，我一开始看到五帧的即时战斗动画，说哇靠，这什么东西？我应该不会去玩。特效之类的感觉好像做的不是这么的。是，不可能的。哎呀，那现在等他上市才发现，哎、欸，啊，当初为什么要放那种东西让人家误导，以为这是烂游戏？感谢上，哎、啊，不好意思，是外貌协会的。我拒绝。超级，啊，这没有办法，这很现实的啊。你一款游戏，你要第一时间吸引到玩家的眼光，一开始不可能是游戏性啊。第一眼都马上是。这玩是美术有没有对位啊？对啊，保护要塞的英雄来了，带头吧。对啊，只要再做动画，加强剧情，就能把 B 三比过去了。真的，可是两个都有，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大图书馆的每个角落各有优缺点，所以我还是都会玩。并不会说你要真神教或者是 B O E 选一个。是他们定下契约，效忠神话中的四魔王。但这样的说法显然不是正当的学术研究该有的。两个都，其实两个都各有他的不错的地方。对啊，是啊。而且你叫玩第三的人去玩 P O E， 还真的不一定会。真的。无理的请求。因为不是他那个。他的那个天赋灵，然后跟配置招式那些东西，就有的你伤不脑筋了。真的，天赋罗，对，当初的应该是宣传影片还是怎样？反正我记得我一开始看到是一个武僧在那边动来动去，然后发到整个傻眼，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对啊，我记得我当初看到好像是有这样的桥段，曾经是反抗阿斯莫丹，我看到整个傻眼。可是我看底下留言评价都一致好评，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没有玩过暗黑系列啊，反而赐给每一个瘟疫使者一只我觉得手臂哦，我觉得说不定你真的可以去玩玩看暗黑二，我知道。所有生物，我知道是经典，可是从此以后，我现在是有点难回头了。我觉得不会，他的风格应该那时候的风格来讲，我觉得就算现在了，应该也是不会太差、啊。是不会太差，没错。可是我现在就是比较不会回头去玩一些旧式游戏啊。感觉烂，不是烂啦，就是我知道是经典，可是就是现在我会觉得宁愿把时间花在。更有兴趣的上面，只伤害加成也20%，哇，好像不错哎。那个叫什么？定罪真言好像也不错，奔雷拳。气氛就营造的。他说有表示说，如果有玩过 D two 的话，他就觉得 D 三完全是拖屎，这么严重哦。我没有玩过，第一次直接接触 D 三，我就觉得，这游戏蛮好玩的。D 三，他的那个他的故事跟他那个气氛真的营造比较有。D 二哦 ，D 三剧情太空洞了，是没错啊。这光我第一次玩就觉得他剧情有点怎么讲，有点囧，就是太。表现的太没有，好像太没有什么点，我感觉就是有点老派的剧情。保佑，那个一定就是方雪姬，我们动手。动手了吗？摧毁恶魔炉炮。哦，我当初也是很讨厌这只怪，那是叫什么？也可以杀光。有一只怪物会把他手伸到地板，然后会伸长过来钻你。哦，那只怪物也是一开始超级讨厌的。我的军队打他都被他打死。拆成碎片。我在城墙上阻。小心！当初不是有谁说买典藏版吗？是昨天谁在跟我聊？他说买典藏版，
补偿版里面有送 USB 啊 ，USB 里面有包含 D1 D2 的安装档。真假？有啊有啊，可是典藏版很贵啊。可是典藏版是有买包含设定集啊，美术设定集啊，所以这样想一定很贵啊。我们之前我哥是有买 D2 的、啊，不过我已经不记得包哪里去了，它是一整盒的。哦，是哦。哇、啊，就是实体，那时候已经是卖实体了。我记得是一只骷髅，不是吗？对啊，然后很厚哦，好，那个盒装很厚。So good。D2 整个营造气氛非常有恶魔入侵黑暗魔王们的计划跟玩家的 NPC 的反攻。D3 根本是一堆脑袋被门夹套的 BOSS 剧情。欸，真的是欸，真觉得 BOSS 好像真的是怪怪的，好像没什么脑袋，而且是很中二的，很像小朋友在看的那种笨蛋 BOSS。整个就是真的很黑暗。是哦，太爽了、啊！真的很棒哦。D2 哎、欸，现在搞不好还有人在玩，搞不好还很多人在玩。有人会回去玩啊，对吧、啊？我拒绝。等一下，有哥布林要跑了，哥布林回来。嗯，我们这一次到现在还没遇到哥布林，奇怪。我有遇到那种彩虹的哥布林，可是他跑掉了。啊，你这样让他跑掉、欸，这样就不能进去打彩虹小马。哦，是他，哎、欸，是靠他进去哦。我记得是彩虹的哥布林。哦，所以他随机好像可能会有门可以进去的、啊。哦，是哦，所以现在他也可以进去哦。我们以前打彩虹小马关是要。做门做那个钥匙、欸，然后去开门。没有没有，那时候就是我还有钥匙，你可以去玩。那时候就刚好就是打到那个彩虹哥布林，然后他是做一把永久钥匙。哦，原来现在那个哥布林也可以进去，还蛮酷的。是，哎、欸、，D2 有中文吗？有啊。哎、欸、，D2 忘我怎么玩？违背了所有。那是官方中文吗？还是？对啊，官方中文。没事啊。我碰过一个封印。我不会玩啊，我以前那时候我多久啊？那时候才。是一种拥有美丽女子。哎，应该这样讲。D2 画面跟天堂比起来，应该 D2 比较好吧？跟什么？天堂一。对啊。D2 比较好。哦，对啊，因为我现在其实之前有回头想说玩玩看天堂，然后发现我靠，天堂玩起来眼睛会痛哎、欸，他的每秒张数好低哦。天堂我是原本就觉得他做的没有多好，他的那个的角色什么之类，因为他的人物根本不会变啊。他不会变的，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他的系统面，我觉得还好。你就算换了一个盔甲，还是长那样啊？对吧、啊？哎呀，那个时代的游戏。哪有那个时代的游戏？很多游戏都已经会做那个，就是你穿盔甲会有不同造型的，他还没有做，好不好？哎、欸，那不是跟石器时代的那种同类型、同一起？石器时代魔力宝贝，魔力宝贝比较后面。还有那个、啊、吞食那些都是啊。哦，是啊，吞食我没有玩，但是我以前很喜欢玩这一款这个魔力宝贝。我玩超久吞食。中文字幕、英文语音非常带感，主要是当初的动画做的也很棒，是。如果说要玩一个，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做什么那个太大差异什么之类的。我那时候真的我还是会选，我那时候不是说我玩那个分时啊，分时还有一个是，如果说要偏向像那个天堂，应该是那款叫什么天下无双。天下无双这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分时我还有听过，天下无双我就不知道了。打起来的那种感觉比较爽。魔力宝贝啦，在我心中还是好游戏。去捉怪然后打。我还是想玩一下就不玩。为什么？那很好玩欸。他太棋盘格了。圣剑爱德。他是这样没错，可是他有很多迷人的地方啊，你可以抓宠物啊，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当一堆有的没的吃。我可以抓宠物啊，我可以抓可爱的巴豆鸭。我还可以说这样子也可以抓。哎、欸，艾德利亚是1万。哎、欸，那巴豆鸭很赞，好不好？好了，我知道。可以去抓一只巴豆鸭，然后可以那个叫他帮你传东西给其他专家、欸。哎，可以啊，魔力也可以哎、欸。他有个宠物邮件。魔力是史克威尔的最成功的网络游戏，我现在好希望它重置到手机上面。有，它是有的，但授权给大陆开始的公司去做，我整个无言。可是我有玩，哦，听到它的音乐真的会哦，好多回忆涌返。当初我玩到大学的时候还在玩，这感觉有点像是，不是很多人都说马奇很经典。对啊，马奇现在还在。还在转、啊，完全就是没玩马奇，然后因为马奇的风格我也不是很喜欢，我单将地狱带入人生，没有兴趣。现在你好像喜欢那种，粉碎他用于强化大军的罪恶之心，在与罪恶之王正面对决。就是因为马奇，这三因为之后开始有一段时期都出一堆3D 游戏啊。哦，对啊。然后3D 游戏玩久了，就发现一件事，就是不耐玩。真的，因为游戏性真的没有什么、啊。我之后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身上。而且它地图很大。天啊，它地图很大，然后要跑很久，你根本玩游戏玩的都在跑地图，完成好几个小时都是在跑地图。我在跑地图。对啊。马英恩、马奇英雄传那个我就没有玩。暂时放下欲望。我忘记为什么我没有玩，好像当初电脑不够好，所以没有玩，所以就我拒绝了马奇英雄传。小七，这首歌这一次反倒是当初的那个什么龙之谷，我还很疯，当初整个全班都在玩。龙之谷吗？龙之谷。风之谷也有在玩一下下，只是没有玩很凶啊。风之谷好像是国中吧？对啊，获得了成就躲不了一世，为什么？欸，风之谷现在还很赚欸。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成就，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成就，我打怪打到一半突然有了。你可以按 Enter 啦，然后点进去看一下，他就会告诉你，对吧、啊？你按 Enter 开启对话视窗，然后点进去看。哦，击杀100个逃走中的敌人。对啊，哦，100中的逃跑，哦，100个哦，哦，这种应该有的。漂亮的一击！逃走中漂亮一击，好像就是有点烧香哎。马英是被黑局搞烂的啊，是哦，感觉得出来。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它是款好游戏，可是。之前很多游戏都是被黑局搞烂的、啊。对啊，我觉得它的系统或是什么各方面都不错，可是好像也不能都怪黑局，主要也是台湾玩家的心态。对啊，也是、啊。还有生态。无理的情。你那时候那个时期的网络游戏都很好玩。对啊。为了防止就是玩家使用外挂，他们会有一个游戏里面的内挂让你用。他们就开发一个游戏内挂那里有。谁啊？那个游戏，我记得石器有，好像不少游戏也有。可是我觉得石就有啊。谁？吞石就有。吞石也有。对，吞石也有。他就制造一个就是什么一个类似练功丸，然后还有练，还有什么自动御怪吗？自补丸，然后自动练功丸、自动走路丸。然后他会就是你吃一个的话是。就是时效是多久，然后所以你就是吃了多少，然后就是让你好像跟当初石器都差不多哎。然后奇怪的设计图，克里森船长的华服好像是绿色的，没有，他好像是我觉得是塑形用的。哇塞，这把 DPS 太高了吧！我马上 DPS 又可以再爆升了。哦，15多哎、欸，好爽！黑局就是要先付钱。哇，我现在不用暴击都可以打13000了，天啊！别再说，我现在还差他的。好吧，我只好找我老哥讲，来冲。
代记吗？不拔，就是没有啊，就不拔整个地图探台了。啊？什么东西？没有，就来冲等级，冲剧情，冲等级吗？因为把整个地图都探的话，要其实蛮花时间的。可是我当初第一次玩，真的是这样玩。因为你会不想错过任何的随机事件。对啊，我另外那一次就这样。对啊，只是说真的啦，可以任意消失。你那个，你就算是这张地图有一些随机事件，它其实每一张地图富含的随机事件很多很多个，你要重复刷才会全部把它刷完。克服的敌人时，才会派出移形手。这就很麻烦，对啊，这也是很麻烦。永远活在折磨之中。不过它有一个好处是，你成就表可以知道你哪一些东西没有，哪些事件没有经历过，然后你大致上就可以知道在哪一张地图里面有，所以它其实算是写的蛮清楚的，这一点还不错。但是像他那个什么，有一些日记本没有读到，我就不太确定是哪個。像阿兹莫丹根本视讯肥宅，真的。自动卖账号，自动关局局局。哎、欸，黑局有自动卖账号哦。自动卖账号。对啊，这有点严重哎、欸，不太懂自动卖账号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人家小子的，当以前还真的还蛮多，就是会很多人会快速练等，然后快速哦抛手啊，就是只卖有等级的空账号的。对啊，现在这种生意做不起来了啊。现在不会了，对啊，现在玩家心态有在稍微在改变。也有那种就是专，那时候是。比较多是在大陆啊，就是专门写游戏外挂的，各种东西都可以挂。真的？游、那个其实很好赚的、啊，第一期超好赚。游戏里的可能有一些什么要刷什么值啊，什么值要特殊的外挂。而且他们利用外挂没有的，就还要就是有一些公司会在。对、啊，而且他们走的算是法律边缘，他们都不是算贩卖，他们是算赞助。那、啊、你从你赞助他之后的话，也不是就是直接挂着让你买、啊，他们就是有点像是你要熟门熟路才拿到哦，才有这个。哦，哎、欸，怎么顺不下去？对啊，他其实对啊，毕竟有些还是要低调啊。真的，是说真的，你相信，还真的不太敢用对岸的东西耶，反而国外的还比较有良心。连外挂都有差别。破绽百出，痛苦的一些看起来可能像巨大的蝎子，但超瞎的，他们是利用献祭的活人身体。塑造而成的恶魔把受害者的胸膛剖了，我享用他们的痛苦，他们永无止境的磨难。这只蜘蛛好正哦！真猴急，我想我应该先自我介绍。不用了，你要被秒杀了。我是阿兹莫丹的妻子瑟底亚。看妻子这么正，这他妈也哇，地方就是。转换另外一只耳朵。哦。现在右耳好痛。就是一直压着哦。因为他的那个耳，他的耳机的屏也是旧的那一种啊。啊。我觉得你应该去专门买一个麦克风之类的。我把它放下来，放在桌子上，看你听不听得到声音。好，你放放看。啊，好小声，听不到。我家圣堂骑士都讲的比你大声。那你把声音调，你那个、啊，你那个声音调大声看看。你说扬声器是不是？我调调看。啦啦啦啦啦啦。因为我记得我这边的后排位置。没有办法，还是很小声。我要抖。你要在上后台。你那不能挂在脖子上吗？不
很接近了，所以只能挂在耳朵上啊。所以我在想，有没有把手把一根直接扳断吗？扳断啦，给他扳断啦，反正不可能的。超痛哎、欸！哎、欸、，PS 送的那个啊，那个也不行。哦，一样哦。哎、欸，你说一样吗？你说不是一样，也是它是要挂耳朵跟那个啦。可是它还好吧？它是耳塞塞耳朵而已啊，那不会痛吧？对，那不是插的不是耳塞。啊，是哦，那是耳挂是不是？就类似戴眼镜那样子。我说的就是那种是放耳机是定式的那一种，不是管的。哦。他也真的蛮老旧的设备。漂亮的一击！有人就有的耳朵比较不一样啊，就是戴那个说感觉比较好。是哦。啊、但是我戴的话，引领我至更高的境界。做噶。哎、欸，我32等，学到新技能了。我有瞬移打的次数提高到3次哎、欸，帅哦！我可以无限冲了，超级冲冲的瞬移级哎，谁、欸、在乱咬我咳咳？你就趁晚上把进度跟上来吧，晚上我要实况那个恶灵古堡哎、欸，不好、哦，我怎么一直在讲恶灵古堡？我已经坏掉了。恶灵古堡已经实况一个月，已经莫名其妙都会这样讲，想说他实况什么游戏都讲恶灵古堡。讲话。嗯。对啊。嗯，顺不下去。哎、欸，我不信顺不下去。可以吗？就是说。电法雷姆啊，好像准备要打我了。喂？喂？没有，我在调看看有没有比较大声。好像声音又变了，我刚刚突然间听到好像奇怪。等一下，我调到最大。好像不是，好像不认识人的声音。真的吗？对啊，没有，现在正常的、啊，现在正常的。你刚在喂的时候，我刚刚愣了一下，说哎。喂刚刚声音还好的，现在变小声了。有变大声吗？哦，有一点。小声还是大声？有，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那这样。可以再大声一点。啊，可以再大声一点。他调紧绷了哎。是哦。后台的啊，后台调那个电脑调。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拒绝。你是进那个音序软体那边去调吗？对啊，对啊，对啊。因为 Skype 已经不能调啊，Skype 调啊，对吼，好像还可以这样调哎、欸。嗯哼哼，真的太强了。太神了、哦。嗯、没事没事，我只是无聊打个字而已。烂烂的，烂烂的。我的精气不足。嗯呀下圣阵召唤什么东西？
这个路途好遥远哦。无理的请求，无理的请求。哎，蜘蛛正妹还没死哦！不要废话，让我捡。啊，就是期待好久了，期待好久了。傻鬼，他有时候张数真的会压到三十。你就继续这样，你为什么伤？嘘，我还以为我们心有灵犀呢。哈哈，死了。虽然阿兹莫丹跟麾下的部将都很熟人，但与他最亲好像有些好东西漫出来了。女王瑟蒂亚，她的外表既美丽又诡异，上半身是个女子，但腰部以下则是蜘蛛的模样。据说、跟现在的漫画真的感觉不能比，真的假的？蜜糖般柔顺，但话语却阴狠夺命。阿兹莫丹躲不过我的，阿兹莫丹躲不过我的。好好，走，我们来去你的房间。什么东西？他没有带那个啊，带莉亚去他的房间。哦，正好啊。而且还带另外带一个男的去。是什么东西？带一个顺堂骑士去。一起擅长人家房间，好像可以拆掉欸。我的宝石也太多了吧，我都慢出来了。咦呀，会这样跑速，我就不想把鞋子换掉。你的鞋子有加跑速吗？12%、16%？没有啊，才一点点而已啦，7%而已啦，但是就。7%要换一个没有跑速，我就不想换。7%好像没差吧？感觉就有啊。So ga， 我记得你猎人不是有翻滚招式吗？啊，可是就很……还没学到吗？翻滚，它有一个那个、啊，它有一个什么的腾跃那个啊？好像是吧？我记得它有一招翻很快，都是用它来赶路的。可是。我觉得没有武僧那个快。哦，武僧那个太快了，可是8秒才一次啊。奇怪，这个楼梯是怎样来乱的？哥林，哎、欸，带灵灯比较好玩。哦，灵灯会一直讲些有的没的。杀进了坑洞的深处，阿斯莫丹。可是我觉得圣堂骑士比较有用哎、欸，他的 buff。灵灯，你可以带灵灯啊，带灵灯你会觉得比较不无聊。就是他讲话就白。白目白目的，他是跟他哥哥是怎样啊？你可能要玩到后面才知道、啊。我只记得他哥哥是，就是类似官哎、欸，做也是做军方那边的吧？对啊对啊对啊，跟他相反的、啊。然后他两个就是。我记得他以前也是好的吧？好死了，我真的有点忘记。我也忘了。对，反正他在资料片有他的每个角色都有个独立剧情，你可以看一下，都会有一个独立小故事啊，就是小事件，然后你要去那关卡里面帮他一下，就可以知道他的故事。耶、yeah, ，我要打肥宅了。肥宅应该不抢吧？为了财宝而战。愚蠢的！哦，叫何尔，根本就是乌尔加特嘛！我会成为地狱的终极合体，万恶之源。哎、欸、天啊，时间过好快哦，5:30了哎、欸。没错。今天去跟同学，跟以前吃社会的同学，去吃什么潮肉？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有听过，好像没吃過，还不错吃。嘿、欸，肥宅王给我两件传说、欸，哎。阿哥哥做警察，他是小偷，对啊，这个意思。快呀，莉亚，快把阿兹诺丹封印到黑暗魂石里。大功告成了！我从来不敢奢望能将所有的恶魔都收服在灵魂石里，只要消灭灵魂石，便能终结永恒之战。要摧毁灵魂石，不是在做好最后的准备。好像这三位。这三位配角好像都算是蛮悲惨的角色。嗯。哇吼！四点一，零点一，其他加十八智力，十四体能，加十力量。哎，武真是吃什么数值啊？什么数值会加攻击力啊？敏捷吗？他要。他要暴击，他要趁暴击、哦。那好像是敏捷吼。他不是有一个直接暴击的吗？我也忘记了。但是你要点那个数值，不是是要等那个70过后巅峰的时候？哦，对啊。哦，巅峰属性哦。哎、欸。对啊。哎、欸，我可以点哎、欸，我可以点哎、欸，哎、欸，我们不能点。能点呢？不能点，不能点，不能点。我可以点进去看，但是没有点数让我配。可以点进去看啊，没有点数让我配。啊 ，sad。我记得攻击的话是要加，就是暴击吧。哎、欸，打到这个哎、欸，可是对我来说好像伤害会扣。然后我打到这个，哇，这个比较好。我有点忘记了。铁之心，欸、我两件铁之心是怎样？不同等级的铁之心。好笑！你为什么一直打到我？只有一个头哎、欸。什么头？你按 Shift。我给你看，等一下。对啊。风的冰寒技能造成伤害提高10%，好像没什么用哦。没关系，先留着。那造型还蛮特殊的，这件把它拆掉。账号绑定也不能给你，哭哭哦。回数位要塞。先砍他三刀，怒拆！单手秘术师，那我只有那个头。So ga！ 里奥瑞克的王冠，哇哦，是骷髅王的皇冠哎、欸，还不错啊，哎、欸，此物品内镶孔镶嵌的宝石效果提高93%、欸，可是它有动吗？就很好笑啊！没有动啊！没有动啊！没有动啊！有屁用！我没有动啊！就很好笑，没有动啊！白痴哎、欸！我想说，哎、欸，奇怪，可是我没看到动啊！我觉得我是没有动。可是我那时候看到那这条属性的时候，我觉得也愣了一下，然后看一下，发现没有动啊！没有动啊！神经病！想到93%哎、欸，哇塞，好像很强。结果是没有动，我就想说看一下它的属性，结果没有动，93%，然后就再望了一下我的装备，它没有动啊，他脑袋有动。亚利亚的物品偷看，当恶魔从黑灵魂石窜出的时候，我还以为我死定了。艾德利亚，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背叛我们的？把我引到崔斯特姆，但里奥瑞克的长子艾丹，我觉得打第三打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没有像那个 BOE 打到特殊的东西来的兴奋，不知道为什么。第三，如果你在玩一些地赛什么之类，然后先打到一些比较强的东西的时候，就马上秒抛了，全部都用各种羡慕眼神看起来。对啊，终于要实现。第三，你要。打到好东西，你要70等再打到会有意义一点，不然他都是那个等级打到的数值，很好笑。其实凯恩早就怀疑，
不像 POE 是你虽然低等，但是你打到有一些数值，对低等来讲就已经很强了。对啊，对啊，对啊。你将成为他的肉身。大师开始。GGWP。我复活了。莉亚他老爸，哎，莉亚他老爸在一二代有交代过吗？还是好像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我没玩一代，我玩二代的时候，我完全就是在玩游戏性而已，没有看剧情的。对，看故事。退下吧，真是。我会再召唤你的。有。这个年纪，观众说有，所以想要一直玩下去而已啊。对啊，就是玩，小时候不会 care 那么多。啊，是哦，他老爸是忍者。彻底毁灭至高天。哎，所以目前玩到现在有除了有几个剧情是延续下去的吗？其实也不太清楚。就不能问我，就不能问我。对啊，没有，我再跟观众小聊一下。第四章节了耶！一代是勇者，二代是黑暗流浪者。他是指玩家吗？即使在至高的天堂。天使仍会感到恐惧。哇塞，这变成僵尸了吗？英普瑞斯，我觉得这是很废物的天使长，这王八蛋，他有那么威的能力，可是各种耍废，各种耍脑。我的宿敌，无论你化作何种形态。过往的儿子的法眼，哦是哦，献出你的真身吧，低哑不罗。哦是哦，不喜欢那个盗贼打量你啊，这场其实你根本也在注意吗？我们的勇士之战，你怎么会注意到呢？英福未死，说好不打脸的，你居然打了他靠脸吃饭的脸，谁管你呀、啊？真的，欸，好像天使死掉就真的不见了，欸，好像不能复活了，然后反而是 BOSS 可以无限复活。再看最后一眼这辉煌的天堂，英普瑞斯，勇将，凯恩就将在我的笑声中要挂了，荡然无存。没有啦，他没事啦，就是这很脑残的大天使长。嗯，欸，好像有这一段，第三有过王的老婆说，他有个小儿子，最后被抓去变成大国的肉身，好像有。将将第四章节。哦，我操！艾德利亚背叛。他的合围真的超快的。什么合？没有那个剑呢，啊？哦，对啊，在死前吗？盯一下就好了。对啊。啊，最后的有所作为。掌控地狱的凯恩好像一二代都有他的身影吧，对不对？至高天在他的进犯之下震战不已。凯恩大叔，超强冒险者，结果死在一只女苍蝇的手里。
女蝴蝶。以诸神与世人之名，他也是出来拖戏，真的。哦，终于。好痛！好痛！已经超乎凡人的理解。好痛！英普瑞斯，你不哇，感觉这个剧情会不会太扑朔迷离了？大波罗手下让骷髅发疯。哦，小儿子被抓去变成大波罗。我这样听起来有点乱乱的。我只是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名字真的很好笑。大波罗变成那个大波罗。他在自己的脑袋，什么东西？伊斯卡图。伊斯卡图杀了这个涅法雷姆人。哦，第一万剧情。第一万真的太永久了，我真的没玩过。涅法雷姆，第一处就自己去玩喽。在这个永恒的国度，你只可死路一条。第一处应该是199就买到了吧？第一处我现在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多少。感觉就是199的东西啊。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记得好像在便利商店都会看到那种贴红标绿标的。以前我以前会有。没有啦。便利商店也买不到 D2 了。好像是、欸。现在便利商店好像会买到刺客教条类的。D2 怎么可能买得到？已经这么久的游戏了。真的，你可能要去什么？那个叫什么、啊？光南应该有。光南找看看。对啊，光南有。古代文典将巨魔描述成无法打倒的敌人，迪亚布罗的梦境所化为的实体。他们将将。我第三次可以用一只手在玩的游戏。真的吗？我现在目前有一只手都还可以。你没有其他技能可以用吗？有啊，但是懒，不用用也可以啊。啊，哥布林又是你。这些恶魔手持地狱橘色的设计图，个头连最高大的野蛮人也望之俘虏。上一次见到他们。是巴尔东山再起的时候，奇怪的东西。巴尔效力的他们将敌军杀得尸横遍野。怎么我进度超慢呢？我进度超快。进度超慢呢？这怎么回事？你应该玩法师的。坎德拉斯的农园。懂我去玩一个游戏都是要看，都不一定。你有习惯先玩什么职业吗？我个人是先玩法系啊。然后法系如果有宠物系列的，我会先挑有宠物的。我要看那个游戏。勇者怕他在复活，将宝石插在自己的脑袋，这画面怎么有点猎奇啊？就通常都是看那个游戏的那个感觉。哦，有大菠萝的兄弟剧情哦，听起来蛮赞的。看到这个游戏就感觉，哦，这个近战应该不错，玩的时候我就会想玩近战。看到这游戏感觉。这法师应该不错，我觉得相关吧。感觉好 free 哦，你都没有说终于。终于什么职业吗？比较不会有，不会像我哥就很好看。像我哥的话，就是有弓箭手，他已经是选弓箭手；有远程，他就是选远程。哦，对啊。然后那个玩篮球就是玩那个后卫，得分后卫，对不对？对，然后如果有属性的话，他一定是选风属性之类的。的确蛮猎奇的。啊是。天马雷姆，我哥玩的就很固定，我玩的就不是很固定。但是啊，你这样讲一讲，感觉我应该去爬一下 YouTube 的 D2 的动画，把剧情动画全部看一遍。D2 我不知道他找不找，找得到。一定有啊 ，YouTube 一定有啊。动画一定有，不是是我不太记得第一部有没有动画。有啊，一定有啊，有啊，有啊。观众朋友说有啊。引领我至更高的境界。D1 有动画吗？D1 我不知道。还
还是没有，我也不知道。D1 我真的不太清楚，因为 D1 太久以前，我只有看过他游戏画面而已。有有有啊！超老的，观众说有，他刚有去找。走起来就是很，就是很以前的 RPG 的那种感觉。你说 D1 吗？对，是哦。走路方式，对，还有一些玩法的感觉。哦，应该说走路方式吧，很像，这很就是很僵硬的，很像天堂的僵硬感嘛。对对对对对。迪亚布罗将绝望中的天使行动，他说D1只要看结局就好了。摧毁了天堂的抵抗意志，但我重新带回了希望。在混战中，但是D1那个时候的时期来讲，说不定他那样子，他那个风格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So ga， 可能啊。亚夏，仔细去看他是什么时候出的。好，你们做的。D1那个时候。终于有再一道曙光要带哦，传奇吗？可不要，结果不能穿，还不能穿，没错，要先鉴定。记错的话，东北方的火化，我看一下，OK， 我把它鉴定了，黄金果妖。好像还可以，拾取金币，换，不补小补啦。对啊。然后我原本腰带就没多好，现在身上还有一些蓝装。我现在不是黄装就是橘装的，而且还有空的。真是啊，还有空的。什么蓝位是空的啊？你现在几等？为什么还有空的？啊？戒指那些的啊？戒指哦，戒指跟项链。又暗又黑。观众说好像项链好像到第二章比较多吧？哦，对对对对。张张。安杰瑞斯议会，安杰瑞斯议会的五位大天使所组成，所有的天使都得遵守他们制定的法律。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在哪里？各代表宇宙的一种纯正。大灯看 B 级恐怖片感觉，好惨哦、喔欸！以前在玩 D2 的时候，会在跑图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点怕怕的。是、喔。这个氛围来讲，好酷哦、喔！不知道是因为以前那个时期的关系还是怎样，感觉 D2 就是一整个超级昏暗的、啊。嗯。哎、欸，不要再冰冻我了。哦，那个也很讨厌。我拒绝。可是有时候你明明闪过了哦，你不在那个范围内，可是还是被冰到。很奇怪。这就是他的错位吗？可能也是吧。不要，没有地方躲，没地方躲。有些音乐都 D2 过来的，这叫再利用嘛。哎、欸，奇怪，为什么我找不到门啊？我找不到门哎、欸。这里危机四伏，我们要小心。Oh man， 找不到门。看一下哦，八八连接，我操，好强哦。你可能要鬼遮眼了吧？怎么可能？这张地图就是固定长这样子啊！你可能又鬼遮眼了。不、哦，他每一关都有压迫感。这样讲一讲，你有没有想玩的？是有点兴趣啦，可是应该是还好，主要还是可能会先去看剧情。因为我觉得以前那些职业角色玩起来真的也很有趣，好像什么亚马逊哦，什么东西的，我记得还要办比赛，有吧？好像有。我记得还有看过办那个 PK 比赛，好像我在电视上看过，好像有吧？妖神过关何也？就休息。哎呦，巨锤领主哎，拜。迪亚波罗的。大天使英普瑞斯，英普瑞斯，
这是雅福，雅福 S 三，再计三。太过惨了，谁也没找到。感觉好像要把，好像要把标题改一下，雅福。以前天赋都要配，都要自己来，现在都绑死了。哦，以前技能没有 CD 哦，真的假的啊？没有 CD 听起来很爽。以前，也没有 CD 听起来很爽。以前技能没有，以前技能没有那个就是使用次数，没有限使用次数。哇塞，就是你魔够就可以一直放，对不对？对。太爽了、啊。听起来就好爽、哦，而且以前的配点的方式跟现在也有点不一样，现在比较无脑，我觉得。啊，现对吧、啊？现在比较简单化、啊。现在第三的感觉比较无脑。就是现在各种的各种游戏都趋于简单化、啊，就是会思考一下，就有点像是以前你在玩那个 online 的那种感觉。哎呀哎呀哎呀！以前 online game 几乎没有统提示啊。对啊。啊！现在是玩家都要要求有导航，要导航。欸、怎么没有导航在哪里？没有导航就找不到在哪里了嘛。那 POE 出来的时候，热水池在哪里？在那边。监狱大门在哪里？监狱大门在哪里？想说啊，走一走不就找得到？对啊，我从地图里面逛一逛就逛到了。你在那边监狱大门在哪里？你有时间发文去找，你不会再多逛一下就找到了。真是的。而且我觉得 POE 已经算是提示吧。我是觉得现在的游戏。把玩家都变笨了，对啊，我觉得提示很明显啦。对啊，这也可以清楚的表示到那些玩家应该是小时候没有在玩什么游戏的，对啊，所以不会有这种游戏。POE 已经算很好，他还有给你做小地图，没有小地图看你怎么办？他可能韩国免洗游戏玩太多了。对啊，一时间换到这种比较硬派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说。没有任务，没有直接传送吗？没有直接导航吗？没有。你走吗？没有。还问说，野蛮人怎么玩？科波尔这怎么玩？这怎么讲？哎，是野蛮人吗？还是战士？POE 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贵族怎么玩？盗贼怎么玩？哪一个职业比较强？很好笑。哦，好险 ！D 三没有那么容易死。哇！我刚刚去关个火坑就已经挂了。应该死掉没有？他不会这样，他没有什么惩罚、啊。不是啊，但是我刚刚已经被一群怪围了。我现在唯一会死掉就是被冰冻，然后被镭射类的形体，这样才有机会死掉。不知痛苦，如果是 POE 的话，就算是前期也是，你在那边已经超容易被打死。对啊，漂亮的一击。POE 是你的流派，要是在那边容易被打死，真的叫超赢。真的、啊。亚霞，亚霞。欸，我现在是要找出希望源谱第二阶的腐化植体，啥鬼啊？你在找诸后欸，他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哦，诸后那张地图第一次玩的时候，真的会逛蛮久的。同学，要不要喝东西？什么东西？亚霞，漩涡筑墙秘法战，哦，那超烦的，漩涡筑墙，我超讨厌筑墙的。睡觉要睡一个小时而已，你好吵。发生什么事？不要，不要，不要。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我说你那边怎么了？我、哦、没有，我姐在吵。天赋兽一直在吵。在跟他儿子吵。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幽魂般的敌人是由恶魔。做那只小只的都不睡觉。都不睡觉。
那他就一直他我姐就租没还要再睡午觉自己跑去睡放他在那边仿佛流水可以轻易滑行而过先在礼拜堂算不设防猎物的气息不要动那些蛋然后我下一秒就把蛋给打破这里逆天使伊瑟瑞尔在逆天使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能解读天界的命运卷轴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哦交织其中的命运线索伊瑟瑞尔压下赐予他超乎旁人亚华丽的箱子找不到门奇怪还在找刚刚那边的门没有没有我已经下一张了我想说你还在找刚刚那边的门没有这么夸张啊简化版的魔兽真的假的我觉得还不错说很多玩都是玩过那个啊都是老玩家老玩家是就是玩 D2 了以后才会就是会觉得 D3 啊, 啊我那个时期都在玩乱天堂马里欧但是我觉得马也是有各有一些是个快乐的阳光童年一些找到门了不错的地方啦是啊旧爱还是最美哎、欸，被打飞了！不可能的！硬碰！亚霞落谢信。啊，好爽！超烦！来吧，巨锤！唰的一声，地狱之门都关闭了。地狱之门都关闭了。江江。关闭了所有的地狱之门也没用。至高天，化为乌有，万物都将陷入恐惧之境。恐惧之境，恐惧之王。这季要结束前，又杀了56只，什么小？外国有玩家买 D3 典藏版的阿北，直接把光碟开车碾过去，是怎样？啊，那是国外都会这样，好不好？国外都很喜欢玩这种噱头，好不好？就是买到第一批的 Apple， 拿车碾过去，或是买到第一批的什么 PS4 啊、Wii U 啊，砸了它，从直升机的上面，直升机上面砸下，掉下来，真的是很有病哎、欸！这都是国外很喜欢做的，有事有事，太热，吃不过。水晶柱郎，回家卖东西，东西慢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回家。哦，要去先去见大笨蛋英普瑞斯，因为太烂了。快出来啊！等到头时。看到，见到了。咻咻咻！你这大天使也是有病哎、欸！一出来呛虾，呛虾完就走掉了。灭法雷雨，希望。他这次最中二的天使啊，他能力名就最强，但是好像没什么作为。脑袋有洞。洞洞的。洞哪里？锻造防具。猜都可以猜，全部都可以猜，不猜，不猜，不猜都可以猜。我位置。海之阁，救救我！我第一次听到他老婆在叫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只觉得万山鹰老婆的声音好好老。这啊，你老婆的声音怎么那么老？蛋蛋，喂。
像是一个老太婆。看战力，要看战。我有些新商品要给我的主人。而且哪有一个老公，就是他老婆一变成那个以后，然后还就完全不会，还不会手下留情，就马上去砍他哦。哎呀，你喊来了哦。当初设计的人又跑去玩火炬之光，火炬之光其实还不错，可是我没有玩下去了，因为当初好像在玩其他网络游戏，所以把火炬之光的什么点都吸走就对了，对啊。迪亚布罗即将腐化荧光尖塔上的水晶圣宫，我必须阻止他，否则天堂将不复存在。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我跟泰瑞尔要登上塔顶，与恐惧之王决一死战。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我们的去路。贴两个标签吗？黑暗在我们中。嗯，知道了。嗯，对。师傅第三还真好。这个太可恶了。哎，迪亚布罗对塔上尖塔的水晶圣宫。对啊，火炬之光卡通了一点。火炬之光你有玩吗？他好像出到二代吧？还是三代？好像只有二代。我没玩。大家拢讲，大家拢讲爱啉啤酒。你想干啥？对啊，网络当中爱啉。你今天也不干啥？对啊，我啉。讲伊买迄啤酒的迄麦芽味啊。哦，那个可能只有你吃而已啊，没人要吃。然后很多人都说很好吃哎。对啊，其实火炬之庄。火炬之光刚开始在玩的时候其实还算经典的，可是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感觉就只是有啦，唯一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它是卡通风格的。外围的炽热之境一直不愿加入三大罪恶，我只记得是我当初第一次接触到这一款游戏火炬之光的时候的第一时间的感想，我便认识他了。但后来他厌倦了与恶魔国境的战争，开始私下与恶魔来往。虽然他本身游戏不贵啊，好像三四百块就可以买到了，对吧？当初在看的时候也是这样。与恶魔内利斯成为他在地狱中最强大的盟友，而许多恶魔与天使也认同他的理念，加入了他的阵营。哈哈哈哈哈！你我笑干你！那么小声，全无招架之力。修了。我是今夜休想阻止我。哇，画面看起来很乱，但是我觉得我没受到什么伤害。哦，你说跟 POE 比起来吗？对啊。哦，第三。另外你也在玩。然后应该好久，我早就已经挂了。哦，赛季哦，帅哦。观众也有在玩，他破到第二章，感觉好像超越你的剧情哦。不要这样，我超慢欸，不知道为什么在慢，怎么了？赛季现在才16等，就在哪招啊？
欸，我这破完还有第五章哎。第三很奇怪，就是他打怪感觉没什么经验。加入我，你从前的爱将吧。对啊，他是任务经验啊。他是靠任务经验在撑啊，对啊。对啊。他任务经验已经吃下去是爆很多格。对啊。我比较想要打怪的经验。你看怪这么多，然后感觉自己没有生什么经验，就觉得很。好像是哎、欸。我们那冰柱了啊，又不是说像是 POE 那样、到后期有没有到后期那种痛苦的感觉，一张图连5%的经验都不到。哎，对 ，POE 好玩的地方有，就是它的后面刷图啊，可是其实它后面的图好像都长一样。我本来以为它是随机的，后来好像不是，会有点。它的图也是有算随机，但是就是跟那个一般地图到底一样啊，就是它随机就是那几种在变啊。伊祖尔，哦，所以 D2 的时候伊祖尔是好人就对了。原来如此。这个。怎么了？哦，所以二代就已经是恶魔了。哎，那怎么到三代才出？伊祖尔，老师，哎呀，我好像可以改难度哎。锵锵锵锵！哦，杀掉他灵魂会出来。亚霞，亚霞。哦，我讨厌冰块，拖台前的东西，打乱整个游戏节奏的东西。呀。获得追随者的支持后，伊纳瑞斯拖走了神圣的三代拖出还在鞭尸，原来是这样。这个羊头人呢，都是冰属性的世界。然后那法师哦。与恶魔一同逃到那儿。其中一些成员日久生情，包括伊纳瑞斯与瑞瑞斯，他们生下子嗣，这些后代便是涅法雷姆。涅法雷姆，可怜的家伙。哦吼！我又打到传说胸甲，你是到底打了多少吗？伊祖尔在二代好像是最血最后的怪支线 BOSS， 哦，他有支线任务哦。怎么这一件还比较烂？奇怪，正式铠甲，为什么是正式啊？煞风镜是哪一招？正式，超正式的。他有新装跟领带吗？没有，他是郑成功的郑。郑。可是没有用啊！一些废渣传说跟垃圾一样，就是拆掉当那个，拆掉当碎片用的。垃圾传说。真的。就跟你 POE 打到垃圾玩具一样。哦，我可是打玩具专家哎。一大堆的双手锤。那个叫什么？你就是打玩具专家好不好？还有节庆之面，他的名字我记起来了，节庆之面。节庆之面真的是很
还有前期神装木月、七月、七月一直掉，七月超级掉七月，一直掉，一直在掉。两大死人来猛，真的假的？果然天使都是 OP 角。呀，天堂之巅，看康明。啊，想说在六点前把章节一到四章结束了，好像没有办法。涅法雷姆，看来你无视我的警告，对吧、啊？已经超过五分钟了，六分钟。已经强到足以挑战我。我知道自己的实力。因普瑞斯，别疯了！迪亚布罗才是我们的敌人，不是这位涅法雷姆。泰瑞尔，马上就轮到你了。马上就轮到你了。我会。我会。怎么回事？天使加恶魔。不，迪亚布罗抵达水晶圣的种，我知道。不，迪亚布罗开始摧毁水晶圣。不，迪亚布罗开始摧毁水晶圣拱了。来了。来了。打倒迪亚布罗。打倒大菠萝。我们可以打倒迪亚布罗。也许你化为凡人倒是件好事。迪亚布罗的腐化之毒阻挡了我们的道路，后退。这样你可以去玩《海贼无双》了。这些障碍，他可以二 P 吗？不知道哎、欸，我没有去研究那一款游戏，他可以干嘛？哎、欸，海贼你有看吧？啊，就只看到很以前而已啊。真的假的？之后就没看了、啊。他漫画可以去看一下。看动画了哦、动画也不错，动画比较有感觉。没有，但是我觉得动画看有点多。我已经很久没看了，自从上高中之后的进度都没看了吧？有提到世界之石，哇，你应该说一个他到哪一个篇章你就没看，这样我比较有概念。哪个篇章我就不太记得啊，应该是到空岛。没有，在后面一点，在后面一点，空岛在CP9，应该是就是救罗宾吗？救罗宾，司法岛，差不多到那边了。然后有看完吗？救罗宾有看完。哦，那边还不错，我觉得空岛还蛮好看的。好像没有，就是反正那个骷髅那一只还没有加进去。哦，骷髅那只还没加进去 哦，那大概知道了啦。就都还没，连那只骷髅都还没遇到。二代石头摧毁导致涅法雷姆的力量开始觉醒。佛朗基有加入就对了。佛朗基有。有。他最后现在还有再加谁吗？好像没，目前还没有。就是那只骷髅叫什么？忘记了。那一只叫布鲁克。布鲁克对。我刚刚想了一下。反正布鲁克。连遇都还没遇到，还没有轰轰轰，对，很久了，一直要看人家小酷酷的，就已经很久了，很久了，真的。我的进度是非常久以前的，反正后来那个只要看经典的集数就好了。不用看过程，没有，因为它太拖了。对啊，后来没有啦，你看漫画会比较好，然后有一些篇章你可能看。你要跳着看动画，就是可能只看比较经典的动画桥段就好了。前面的话是都建议看完的，对啊，就是后面 CP9 之后真的太拖了。我去，不要啊！不要不要！反正，而且我还有一大堆动画没看。一大堆，对。你所熟悉的电影还没看几大堆，你所真爱的结局，都会随着你。把那个白箱跟那个白箱没看，寄生兽没看，寄生兽看完是不是？寄生兽好看的、欸，我觉得。好看。虽然它是二十几年前的剧本，它真的没有改变过，它是给它原来这个要重现。它是只有画风变了一样。对啊，画风以前的画风超。超精神。有人有做那个啊，有人做了一个他的那个片头，对不对？比较吗？把他不是，他把片头做成之前画风的。哦。他以前的画风也不是说惊悚，就是那个年代的画风就是这样子啊。对啊。我
觉得连他那画风感觉很像在看魔什么怎么讲啊？那也还好，因为我之前也会看那什么伊藤润二那一些的、啊，都还好。耶、oh, yeah, ，传说全套武器。靠！我现在只有腰带跟头而已。哈哈哈哈！哇塞，那交谈已经落落等了。后面那个灵灯啊，灵灯不是有一些交谈吗？可以选。我现在是已经快要突破天际的画面了。以前都看过，我就不再看了。我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啊？而且比如说像那什么死神哦，死神也是啊。死神很拖啊。他漫画就超拖，拖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看到哪里了。死神漫画拖得很恐怖哎、欸。从国小啊，哎、欸，死神是你国小时候吗？真的假的？他死神早就出了啊。So ga， 他是出超慢，他是到国中还是高中时期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红起来。哎、欸，但是死神其实原本就出很久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爆红来的呀。至高天，这我也不知道、啊。一位天使怎么能对其他人有这么大的影响？我记得他原本是普通啊，没有到非常红啊。哦吼。今日我们的邪恶不会这么容易被消灭，时间会证明一切。下个章节，哎，第五章了，第五章了，该休息了。最后，是一位凡人拯救了两个世界，免于毁灭，同时永远消灭了万恶之源。万恶之源，哎、欸，我们不算凡人吧？我们算涅槃的一部吧？没有没有，他说最后是有一位凡人拯救了世界。他不是一直在提说角色是涅槃？对啊，天使涅槃雷姆是天使跟恶魔的孩子啊，对吧？是的，全仰仗人类的。等一下，这样很苛刻。他说最后是一个凡人拯救世界，那这样我们是在撒小的。对，还不知道。心高气傲的天使不愿面对命运。那所以我们打那么久的故事了以后，我们到底在里面算什么角色？打一点。哦。凡人等于杂种天地法联盟吗？好好手感，好怪哦。对啊，是没错啦。为天国的行列，但这次差在有没有觉醒哦。我们是有觉醒就对了。还有觉醒跟没觉醒哇，就是有技能数的。既然正义已获得伸张，我将原暗黑有觉醒这种东西。以告慰那些为此牺牲的人们。从今而后，天使与人类将共同努力，迎接光明璀璨的未来。迎接光明璀璨的未来。然后马上接第五章。